人生是一个好长的旅程。但是无论路途有几遥远，Willowdale Subaru 都会陪住你。大多故事是由 Willowdale Subaru 特约赞助播出。作为北美首创、全球最大的中文 IPTV 营运商，麒麟于四月十三日在多伦多希尔顿酒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麒麟全新的 2.0 技术和平台正式投入使用。麒麟电视致力于为全球华人提供最优质的华语电视频道及点播服务。近年来，麒麟电视在北美市场取得巨大成功后，又相继在欧洲及亚洲成功开播。第一代麒麟电视平台经过将近六年的精心耕耘，已经在北美市场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为了更好地服务麒麟电视用户以及吸引更多的海外年轻华语观众，经过一年多的技术和节目准备，麒麟电视隆重地推出更新颖、更先进、更便利、更多功能和更高画质的麒麟 2.0 全新一代产品及服务。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以及这个节目呢，在北美的启用，尤其在我们多伦多的启用，能够为我们多伦多的华人，尤其是60多万华人华侨，能够带来一个福音。我们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传统也好，新一代的传统媒体也好，能够在世界各地能够收到我们华人的节目。同时呢，我们麒麟电视也能成为我们多伦多各界来跟其他的当地的媒体一起，能够使得我们多伦多各界来了解获知中国的内地大陆、香港、台湾、澳门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来获取各方面的信息的一个重要的平台。我们也代表领馆再一次呢，能够希望他这个节目呢越办越好，能够成为这个沟通我们中国加拿大人民，甚至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一座友谊的桥梁。谢谢大家。全新的麒麟 2.0 利用革命性的节目传输技术，使麒麟电视成为全球首个通过公共互联网提供高清华语电视频道的运营平台。首批登陆麒麟 2.0 的六个高清频道包括湖南卫视高清频道、北京电视高清频道、上海东方卫视高清频道、江苏卫视高清频道、浙江电视台高清频道、深圳卫视高清频道。目前这些高清频道都已包含在麒麟 2.0 的长城平台频道组里，更多的高清频道也将陆续推出。我们今天很高兴来到加东地区，和当地的媒体还有社区的代表们见面。因为麒麟电视呢，在北美经过五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内容最丰富、技术最先进、最受北美华人华侨欢迎的中文电视平台。那么经过五年的发展，除了在北美已经稳扎稳打以外，我们麒麟电视呢还正在进行全球化的布局。我们去年相继在欧洲、在新加坡相继开播。那么2011年我们工作的一个最大的重点呢，就是集合了我们整个公司全体员工的智慧，我们推出了新一代的产品和频道套装服务，叫麒麟 2.0。这个 2.0 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有这么几点。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是全球第一个通过公共互联网传输高清电视频道的这样一个平台。这次麒麟 2.0 借平台发布之际，特别邀请国际知名钢琴家郎朗作为麒麟电视的形象代言人和文化大使。郎朗非凡的音乐天赋和成就是我们每个华人的骄傲。麒麟电视希望和郎朗以及郎朗音乐基金会携手并肩，造福华人。大家好，我是郎朗，我从西班牙马德里向各位问好。
郎朗由于身在西班牙表演，特借视频给现场观众带来问候。他说，麒麟电视丰富多彩的电视频道和影视点播节目，让他和家人虽然远在海外，却不会寂寞。麒麟2.0支持电脑、电视、平板电脑的多终端特色，更是让他爱不释手。郎朗表示，很高兴能够成为麒麟电视的品牌形象代言人和文化大使，和麒麟电视一起携手共推中华文化，更好地为华人同胞服务。那么你只需要拥有一个麒麟电视账号，你就可以在不同的终端上欣赏这些丰富多彩的频道和节目。那么到底这个2.0呢，它的特色它的方便性体现在什么地方，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请大家关注4月23号，那就是我们麒麟2.0正式的上市日期。到时候大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体验，来咨询关于麒麟2.0的任何问题。我们也希望麒麟2.0能够走进北美家庭的千家万户，给大家带来最好的视听体验。谢谢。人生是一个好长的旅程，但是无论路途有几遥远，Willowdale Subaru 都会陪住你。昨晚，灭罪组织 Crime Stopper 举行了隆重的25周年暨答谢社区媒体及合作伙伴晚宴。当晚，多家中文媒体及多位约克区警官到场。当晚 ，Crime Stopper 约克区灭罪组织的主席 Joseph Ng 还接受了本台的采访。今日咧就係我哋 York Region 嘅 Crime Stopper 一年一度嘅 Appreciation Dinner。我哋今年York Region Crime Stopper 已經係25年啦。我哋今日呢個 Appreciation Dinner 咧就係我哋去多謝我哋合作嘅community 啦，我哋嘅 media 啦，我哋嘅 partner 啦，多年嚟嘅支持，對於我哋嘅支持。咁我哋一年一度咧，我哋就會咁樣去多謝佢哋嘅。今日咧最主要咧就係我哋嘅傳媒啦，就係我哋警察啦，我哋嘅警察總長亦都會到噶。我自己本身咧就已經參加咗呢個約克區嘅滅罪熱線咧，已經超過咗3年啦。咁我咧就喺呢25年嚟咧就係第一個華人參加呢一個活動噶。咁我哋希望咧就可以有多啲華人嘅幫手。可以多啲華人嘅商户啊，可以贊助我哋啊，可以做多啲等我哋華人嘅社區可以有多啲嘅 involvement 咁樣。而約克區的警察總長 Eric Joliffe 也在晚宴中發表了講話，表達對各媒體和合作夥伴的感謝。WOW TV 也有幸接受了 Crime Stopper 頒發的感謝牌。This premises and the property is valued somewhere around $6 million, and every cent of it was raised out of community partnership. Not one cent of taxpayers' money paid for this facility. You know, the Crime Stoppers program in New York Region has been extremely successful. And this year is marking their 25th anniversary here with York Regional Police in partnership with our police service as we celebrate our 40th anniversary as a police service. The program is operated independently of the police service to ensure that people are comfortable to provide anonymous tips to this Crime Stoppers board so that they can help us solve crime. And I can tell you, over the 25 years, this program has been one of the best investments that a police service can partner with that you could imagine. In terms of people getting engaged in providing the Crime Stoppers program's tips, I'm telling you, you can phone anonymously tips into the Crime Stoppers system, which allows
work to be performed by the police service to solve crime. Anyone can get engaged. You can be a student in a high school, or you can be one of our great elderly members of our community, but everyone can be engaged in Crime Stoppers. Because this program is independently run, it can only be done by the support of so many people. And it's my honor and privilege to recognize and honor tonight many volunteers that make the program happen and many, many businesses that support the program to ensure that we can pay out the tips that are required.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都故事，我们下期再见。大都故事是由 Willowdale Subaru 特约赞助播出。